么的辛劳了。哎呦，你不要一直养猪，你好。辛劳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买样卡卡下来，哎，这做起来呢，哎，再大了就开始炸了。你在猪都会跑嘞，这笨。好，美好彰化幸福园林哈，啊，万里人上幸福哈，啊，因为园林从111年开始就发行这个幸福卡，啊，到目前为止已经发行65000多张哈，啊，当然要感谢咱代表会会当支持这个案，啊，我们开刚开始开卡的是600块。啊，现在开卡虽然没有600块，但刚刚我们主席在提议说能不能再啊加码预算，以后啊再开卡也有啊加相对的加码。啊，当然今天最重要是一个公共自行车部门哈，因为我们幸福卡除了啊做成那个幸福巴士，其他商店有折扣除外，因为幸福卡是等于哈啊用公悠游卡。你到全国各地都可以使用，啊，因为从明天开始，啊，你用信用卡来骑乘啊某某的自行车，啊，哎，你是公所，啊，前半个小时就补助4块钱，那么感谢彰化县政府补助5块钱，所以啊，骑一次脚踏车只要花费1块钱就够，啊，当然哇，你们现在哈，啊，真的啊人口越来越多，啊，相对很多景点都需要。啊，民众还有啊外地的朋友能够到哎你这边来旅游，所以来这边可以坐啊一个啊幸福巴士。啊，如果回程啊等不到车，你可以骑木马啊用啊悠游卡或是一卡通都可以使用。但是哎你人有特别优惠，就是啊骑乘一次，我们公所又补助4块钱，县政府又补助5块钱，所以啊住在哎你真的很幸福。好，中间再站就好了。一二三 ，OK。VIP 的话，谁这边回？